每次 Daddy 生日的时候，你也是不是跟我一样烦过这个问题嘞？ Oh my god， Daddy 的生日要到了，怎样办啊？买什么给他？ Option 1， 盖章。不要啦，买自己给他肯定不喝的。男人来嘛，有这种东西的。Option 2， 钱包。不要啦，肯定被他骂的。等下，钱包也心情好好。Option 3， 按摩椅。好像 OK 哦，可是这样大家又这样贵，转过去肯定就是被他嫌弃走的。Option 4， Toyota 警备充电按摩枕。Daddy 怎么来的？小小一个 Toyota 警备充电按摩枕，不用再怕 Daddy 嫌弃走的了啦。 Toyota 警备充电按摩枕是市场上非常少见拥有充电功能的按摩枕，充电后可续航约2小时，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的时候任何地点让 Daddy 享受按摩，超级方便。最重要，没有电线的束缚，想移动这按摩枕去身体不同的部位，比如颈椎、背部、腰椎、大腿、小腿等，按摩时无论是躺着或坐着都非常的方便，不会给电线干扰到。两大两小模仿人类双手的按摩头，提供真人般的热式指压和中式推拿揉捏动作，而且备用红外线热疗模式，除了感觉很舒服很爽之外，也可以有效舒缓颈椎和腰椎疼痛，而且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维持颈椎健康。最重要，他们还有12个月的产品质量保证期。如果期间按摩枕出现任何的生产缺陷问题，将会一粒换一粒哦。有兴趣朋友马上点击 Toyota 的 link 下载他们的 Toyota 警备充电按摩枕啦。